正经一点介绍，来，今天就是帮这老板传简单权，卖他的黑豹法，因为他要换账号啦，又要换账号啦，有钱人的快乐就是这么如此朴实无华，随便几百万就是几百万来，几百万去了。介绍一下这只角色的装备，这个指挥头欧杖、地龙甲，黑鞋、自立镜甲，基本上的法师套装，好，双加七的皮夹克跟镜甲。加七祝福侄儿，加七的红儿，然后这个这一页的装备是中规中矩啦。欧吉王贤者双加五的祝福戒哦，没有，这个是加六哦，这个很好。双气纹戒、抗戒、抗晕戒，加四的防御手环，加四加三的符石啊，然后双加六的守护印章，减伤最高搭配死骑来到55。那卡池部分变身有屠龙跟阿顿，法师最好的两只变身。然后死娃暗黑长者也是最好的两只变身，所以抗晕跟减伤你可以自由搭配啊。那它比较大的特色是说守护星开到了七彩暴击这一格啊，也就是你打怪的时候这一格，有开到这个可以大幅的提升你练功的效率。然后技能方面就是没有流星雨，没有强力无锁，没有全胜，那其他都有。这种暴区基本上换，这现在是魔攻装哦，还不是防装。Hello。这个太神老爷茶想跟我们决斗，没问题。我们就找我们的黑豹跟他决斗。这是跟木棒在一起那只没错，这就是跟木棒在一起那只。太神老爷茶想跟我们决斗，敲他，用我们的棒棒敲他，用我们的大棒棒敲他。哦哟，他打人有点痛啊，没关系，没事，换防装。等我们的黑豹晕到他，再给他一个叉。这是骑士还是狂战？哦，是只狂战是吧？真的是没有白骑，不是狂战。我们把他带到怪比较多的地方，他就会被怪打得嗷嗷叫。哦，这是法师黑豹法在跟近战时比较常用的战术，引到怪阵。法师不怕怪，但敌人怕怪，这时候就叉他。被黑豹晕的时候叉他，这是基本上黑豹法一个战斗的运用。哦，你看他受不了，他很难受，他很难受啊。他被打得受不了啊，很难受的跑走。他没有魔品啊，我现在插他。哦，他有魔品，他的眼很大，没事。他演不了多久了，这个太神老爷茶已经演不了多久了。我们现在换防装，他很难受。我们去找怪多一点的地方，要让他更难受。现在是开打，现在是开打，不然我再跟你聊天吗？不然我再跟你聊天。我三小，不然现在是怎样？先进行眼神的交流。迪某不开打是什么意思？还是说迪某现在六区迪某不能打？哦哟，这种基本上被这个拉到完全绝拼法，对狂战我之前有一集影片有介绍过啊，完全不怕狂战。哦，可能只会怕有经济的狂战啊，可能只怕他那个晕而已。那基本上拉到一个绝品狂战，完全拿法师没辙，完全没辙，完全没有辙，这只是被羞辱欸。有种拉我，你有种就拉我。基本上，一个绝品轻松解决啊，完全不需要，有看到吗？一个绝品他完全没办法拿我怎么样。我这时候拉到他最难受的这个石头六号场，刚才就是有问说这个地方挂不挂得住，我现在就挂给你看，挂住这个石头六号位，然后顺便操一只狂战。这个地方啊，基本上狂战就算有魔品在转，他也很难受，因为这怪会破他的魔品。好啦，你看他受不了，他跑出去，他跑出去，他受不了。你看他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法师的主场，死守六号位，法师的主场，尤其是这种，减伤有一定程度的法师，就是他的主场。你看他受不了，他很难受，他还跑，他沉水一直闪，哦，大概是这样。我们要打飞他可能也有点难度啦，因为看起来他目前是打得挺保守的，打得挺保守的，他不跟你硬换，他不跟你硬拼，他就是这样。他就想慢慢的跟你磨啊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切他中路，切他中路有没有看到这个晕到了，给他一个叉，这个地方怪很多，有机会。你看他这个亡命，基本上如果拉到我一个绝品，他就很难受。对，你看他飞了，哦，他有引导。啊，原来他有引导啊，牛逼。还有引导，好吧，这不是演员，这不是灵眼啊，他原来有引导啊，我以为他下去了。哇哦，六区还有引导防战啊，这么屌，
黄鳝有银斗的有三只，哇，这么多。太神老爷茶，让他。好啦，基本上十楼，我只是要跟大家讲说，这只法师在十楼这种暴走区练，非常轻松，完全没有问题。然后同时也有非常极高的练功效率，极高的练功效率，因为它有黑豹，极高的练功效率，以及遗忘东边这种暴走区文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基本上这种有银斗狂战哪里完全没辙哦，所以法师打狂战是很轻松的，非常轻松。虽然你不一定能把它碾掉，但是你遇到狂战是完全没有压力，不会有压力。像这样，你看追着他跑啊，他必须是被你追着跑的。他如果跟你硬打，完全没有胜算。你看我一个绝品把他晃过去，这些怪他就全部都要扛住，他就要扛住这些怪。哦，他拉我了，他拉我第二次 ，second time， 这个他拉突然变准，他拉变准也没有关系啊，对，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伤害。那丢个冰刺插他，他很痛苦很难受，他跑了，他引斗，他引斗就代表他难受了，不然他没有必要引斗。来继续的 A 他，继续的 A 他，继续的 A 他，你看这个就是绝品，他难受，他想打你又不能打你，想见不能见最痛，想打不能打最难受。好，看这样有没有？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咬，这黑豹就一直咬，咬得他很苦啊！哦，他要拉你，叫绝品，他痛不欲生，看到吗？他痛不欲生哦，这样一直跑啊！你这个怪一直定他，有没有看到他走路会动？我们不会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圣洁剑，我们圣洁剑，虽然现在没有，等一下就会有了。对，我现在有了啊！有没有看到？我们有圣洁剑，来打他，太神老爷茶，我们跟他一个平 A， 我们放绝品，然后他很难受，就这样，完全不能拿我们怎么样。会冷吗？其实不会。与其说是会冷啊、我最冷的地方是哪里的话、可能是心啊，可能是心。为什么心冷呢？因为市区很无聊。不对。再拉一次，了不起，这个圣洁剑快没了，他有机会给我一个一波输出，但是没有用，我的圣洁剑 CD 又好了。这时候平 A 他，平 A 他，平 A 平 A 加砍啊，他又拉到，没事，绝平，他很难受。绝平被破，哭了。这波绝平卡到喝水，被破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先走，13秒后又是一条好汉，先走。哦，黑豹有没有看到？一直在黑豹甩尾，一直用他的尾巴一直在甩他。哦，又拉到，没事，绝平，他再度难受，再度难受，站得出表情，很生气，还要想打我，没事，我圣洁剑。哦，他要拉到，没事，我绝平，让他难受，我断圣，没事，我先跑，有种你再拉一次，好，我先跑，等圣洁剑好，好，不要跟他一拼，不要打他两侧，牵他中路，这年轻人没有武德啊，趁我没有圣洁剑的时候打我。耗子为之，好，我这时候圣洁剑回来再跟他一波。这个我绝对不是找他来当灵眼，真的没有啊、哦，我并不知道他是谁。太神老爷茶有意思，绝平他要拿我了，没有用，让他难受。看，我觉得我被怪卡住，求了，进啊，被怪卡住了哦，先跑，好险，跑掉了。好，这时候先补个圣洁剑，稳一点，稳妥，稳哒哒。好，补个圣洁剑，稳了，再跟他打。太神老爷茶是吧？哦，这波缠斗相当精彩。对方是不是引斗？引斗狂乱，就狂！啊，引斗，他引斗，非常难受，再度难受。哦，有了，这波直接送了下去。他准备再次穿起引斗。啊，干我的圣洁剑！好，补起来，补圣洁剑，补圣，有圣了，没问题。晕倒，就狂！好，还补下去啊！太神，哇、哦，他兄弟来了！他兄弟来了，哦，这波不是开玩笑的，他 兄弟来了，人多势众，我先走，再见喽，再见喽，画下一个 ending， 哦，这个助教找了更多助教，有点难打，哦、有点难打，人有点多啊，这人数突然冲上来啦，我是说敌某的人数啊，哦，有人来救我了，是不是？很好。兄弟来救我了，就开舵吧。哎，汤姆森，这个谁？贵州海料料，茶，再见喽，归主海料料，死去，死一个，现在是第二个了。哎呦，这个拉到完全没有用啊，因为我看血掉的太慢了，所以我基本上连那个绝品我都没有放，我连绝品都没有放。泰神老爷茶，给他补个救光。送完下去喽，兄弟来了，一个二v三，太神老爷茶，哦，他想先 A 这只法师，想打这只法师先，就说补他一个圣，打到喽，这只法师补个救荒，茶，
圣诞节 ，Merry Christmas。好，板桥的夜蛋城最近很夯，人很多，自己出去的时候要小心点。我下个礼拜要跟我老婆去板桥的夜蛋城，听说会塞爆，有点担心，但是也没有到太担心啊。下去，哎、欸，没有，哦、他引斗，这个不一样，这个难打。引斗狂战，救光，这个应该有机会带走吗？带走，哦，他飞走，他自己飞走，他自己飞走，这个飞了不起，果断清场。太神老爷，听说是大智障我的朋友，真的假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蛮猛的太神老爷。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。何？救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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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光！这年轻人没有武德啊，趁我没有圣年剑的时候打我，好自为之。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啊喜欢，不喜欢、啊、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，啵啵。